当那特朗普我连见也没见到。哦，我忘了他来过了。什么？你们洗澡的时候他吃了几块牛肉干就走了？你碰到当那特朗普了？对，他是谁？我不是这儿唯一的笨蛋。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10万美元？就吃了几块牛肉干？嘿嘿，今天成功了。我们成功了。对。